团还受邀到过马来西亚、越南、日本还有香港等地演出，所以如果在台南的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来报名参加我们的乐团，而且可以从头开始练习，所以我还蛮期待有人来报名的。好，谢谢。王老师，王教授，王教授啊。老师来就会看到一些老同学或者是同事哦。那因为我退休以后，我跟王老师不一样，因为我在照顾一个92岁的妈妈，所以我退休以后5年，我都在医院里面打混。然后我现在是高级看护，从卧床的病人，从拔屎拔尿到喂药到收纳。我整套全部学会了。然后呢，我们这几年因为很多老师突然间走了，柯老师走了，林瑞女老师走了，所以我觉得对生命那种感觉非常强烈。那我现在只有一个心得，就是觉得大家一个就是要把自己的健康照顾好，所以一定要活到老学到老，所以对于健康和生活的部分就要多用一点心，因为生命是最不容易而且最难能可贵的。这个是我过去5年我非常也读了一个大学，这是我的心得，就送给大家分享。好，我们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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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